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来玩一款成长型手游。那我要成长的呢，就是中间这台挖掘机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哇，还可以往上飞，那我怎么往下挖？这样吗？来喽！哦，这样往下冲也太帅了吧！那我们的目标呢，当然就是挖到宝石喽。来吧！哇、哦，下面还有好多哦！再挖，再挖，再挖！耶！啊，没有油了。然后没有油了之后呢，按这个就可以回去补充嘛。来喽！哦，补满了。上面有一些商店哎，稍微逛一下吧。这有个宝石的哦，可以把宝石卖掉，那就可以获得金钱。获得金钱之后，就可以到这边升级啦。啊、全部都升了，来吧。那最下面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可以升级 size 的、欸，要500块，目前还买不起啊，这也太贵了吧？好吧，那之后再升吧。OK， 那继续挖掘哦。来喽，升级过后的挖掘机，往下冲吧！哦，哇，挖掘速度变好快哦！哇，太强了吧！再挖，再挖，再挖！呵呵，太猛太猛太猛！哇、哦，直接挖到底了。那这边要到下一个阶段的话，要挖掘机六等啊！哇，差一等哎、欸。好吧，我们把我们的油耗光啊，再回去升级，来吧。好，有50块了，顺着这样升下来吧。OK， 那这样就可以到下一个世界了吗？要来咯，小挖，再挖，哇、哦，好。要到下一个世界咯，三二一，哇、哦！再转一次，来吧。那边有新的东西吗？往下转转看，来吧来吧。哦哦，再来再来，宝石哎、欸，这些宝石换了、啊，宝石好像比较多、哦，而且变硬了，没有刚才那么好钻了。哇、哦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哇哇，就差一点点就可以挖到这个红宝石了。那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商店哎、欸，可以用方块买这个迷你的挖掘机机器人啊，买吧，买两台，哦，还可以再买一台，再买，哦，这样就有三台了。旁边这个的话，哇，还可以升级它，升级。OK， 哦。哇，这样我就有伙伴了！哦，三台，三台，三台，好好替我工作啊！来吧，那我们继续挖。哟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有一个超巨大的红宝石啊！啊，要挖到它喽，来喽！三二一，哦，有了！挖到了超巨大的红宝石，赚了好多宝石啊！这边继续挖，来吧来吧，好啊，收集到16个宝石了，宝石一把卖掉吧，哇、哦，195块，好，再提升吧，来吧，就这样子顺着升下来啊 ，OK， 好，提升完了，可以再下一阶了吧，来喽，往下挖吧，哦，可以直接到下一阶了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到下一阶吧。要解锁了，哦，下一件是什么呢？哦，哇哦，一下来就挖到一个超巨大的绿宝石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是时候要来升级挖掘机的 size 了，只要看广告就可以直接升级了。来吧，哦，有了，变得更大台更帅了。好，我们转转看，要往下转哦，下去吧，哦。一次可以赚两个，下面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一个超巨大的绿宝石，好，赚爆它，哦，然后把绿宝石卖掉，给200多块，来，来升级一下挖掘机，哦，21等啊，哦，升级过后的，哦哟，弹起来是怎样？哇、哦！好猛啊！盖子我还会弹起来一下、啊，
哦，要到下一关了，好，来吧。OK， 解锁了。二、三、五，到冰城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是时候再升级一下我们的挖掘机大小，把它升级到 size 3，来咯。五，大小三哦，会长怎样呢？3、2、1，呜吼，又变得更帅了。好，你可以用这台挖挖看，来咯，再往下挖咯。3、2、1，下去吧，呜吼，哇，一次可以挖3格哎，好猛哦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大的红宝石，也挖掉，咚。大台挖掘机太爽啊！往下挖吧，往下挖吧，哇！再来一波，来咯，下去吧！看这样子下去很爽哎、欸，冲下去！好，要到下一个阶段了，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来咯，解锁！哇、哦！到了彩虹区，哇，超多宝石的，狂挖狂挖狂挖，全部挖掉！再来再来再来，呜、哦！哇，100多颗宝石啊！还有漏网之鱼吗？好吧，看全部挖掉啦。好，到下一阶，哇、哦！来吧，100多个宝石全部买掉，呜、哦！1000多块，好，疯狂升等，也是升2级，来吧，顺着升下来啊。哦，挖掘机高达43等，接下来呢，最后我们把我们的大小再升一等，来咯。OK， 哇，满等呢，最强状态了。好，会长怎样呢？3、2、1，哇，变得超巨大。好，要来钻喽！多强了！3、2、1，下去吧！哇、哦！超猛的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来喽！哇、哦！这也太爽了吧！再来！哇！好，再来一次！下去吧 ，OK， 直接解锁，再冲！呜、哦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挖掘机也升级到最强了，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